大部分人第一次接觸羽毛球都是在戶外，所以世界羽毛球聯會就推出了戶外羽毛球運動。由香港羽毛球總會管理的香港戶外羽毛球總會有限公司已經正式成立了。世界羽毛球聯會特別研發了戶外羽毛球，現在已經出到第二版了。在參與戶外羽毛球運動的時候，建議使用球拍線磅數較低的球板，大概在 17.5 至20磅之間。户外羽毛球场是16米乘6米，比室内羽毛球场大，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前场区域设置了2米的禁区。户外羽毛球可以打单打、双打、三打三、五局三胜，每局11分制。一起来看看我们在草地、硬地、沙地打户外羽毛球吧。户外羽毛球刺激又好玩，快啲嚟试下啦！